So I am confusion. Okay, nice. Oh no! Hi, welcome back to Nicole's cooking channel. So then. 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做烹饪类的东西啊，但是呢，今天我做的比较不一样，因为我要和我的朋友做的一个 challenge 是叫 blind, deaf and mute， 所以就是。 OK，所以就是呢，有其中一个人是要蒙着眼睛，然后一个人是不能讲话，然后一个人是就戴着耳机。然后呢，今天我们只会用到一台很厉害，我觉得很牛逼的机器 ，We'll be baking chocolate chip cookies， 所以我们要用的是这台 Talkit Omnico。 这台 Talkit Omnico 真的可以让烹饪变得轻松，它能让新手厨师掌握21种厨房电器的功能，还能免费在线获取3000种全球菜谱。最厉害的是，我觉得它有一键清洗的功能，真的是很厉害。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烹饪的原因是他们做好东西过后，他们就不想清洗，但是这个它就有自洁的功能。 所以你做完东西过后，它会帮你清洗。所以 there's no reason not to cook at home， you know? 所以我以前是用压力锅来煮东西的嘛，但是现在我都换去这台 Talkit Omnico 了，特别适合我这种很懒惰的学生党。就你可以把所有你想要的东西食材丢进去啊，比如说我今天要煮 tom yum soup， 所以我就把鱼啊虾全部丢进去，然后再加一些汤料包啊那些丢进去，然后就直接按那个 soup 在这里了。 功能，然后它就会自动帮我煮。煮了过后，你还能叫它自己清洗，所以真的是太棒了。但是今天我们不是要煮 soup 这类的东西，我们今天要做的是 cookies， 不只是能煮正餐，它还能 baking 搅拌啊，它还有 measuring cup 啊， measuring spoons 等等的，一个非常多功能然后又智能的一个机器。现在我们就开始 challenge 吧。 OK， 自我介绍吧。 嗨， 我叫凯琳。所以呢，你是什么？我是 blind。 我是 new，okay, you will miss my voice， 他是看不到东西的，然后我是讲不到话，因为其实我是那个会煮东西的人，然后他是金牌，所以我们就要 attempt to make chocolate chip cookies from scratch using Talkit Omnico。 我觉得我讲话会大声，因为我听不到声音。我听不到你讲话，现在。动一动，很多。 Place dark chocolate into mixing bowl. 嗯，我住哎，我住哎。这个是 dark chocolate. Okay，开灵，开灵，你拿着巧克力。然后放魔芋魔。哦，这里。妈咪。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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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我减30啊。So I am confusion. Start cooking. Okay. 这个很智能啊，因为我家那个是要自己 set 时间 set 那个强度了，它这个直接 set 去啊。初五 right 啊？默契在哪里？啊、他要你切是。哦，这个刀不利的是吧？啊、现在要放糖，糖100除50。开令倒、哦这个、啊，然后要20g 嘛，慢慢倒，慢慢倒。这个是什么亲子活动啊？要搅2分钟，给你按启动键。你要放面粉？等下，等下，倒出去啊！给给。这一汤匙可以啊，然后哦继续啊啊、现在当我是亲子活动，他们妈嘞，等下等下在这里、啊对对倒 ，OK nice， 看得到人补一下，错了错了，你应该这样 ，Start cooking， 他动了吗？耶、yeah.。哦，要加巧克力？哎，啊！哦 no！ 我们前面弄的那个巧克力啊，是要拿出来啊。是。看着 not bad。呼。OK。汤圆，搓搓搓。应该稳一些。哇，很圆哦！哇塞，不是很光滑，很光滑，光滑，光滑，冰冰。所以我现在要试用他们的自洁模式，就是你。煮完东西啊，或者 mix 完你的 baking stuff， 然后就给它自己清洁。One liter. 哦。这是我们成果，耶！等一下，我们去。